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 Lam， 欢迎收看 It's Magic Time。 今天要跟大家玩一个关于五张竹卡的故事。我手上有五张竹卡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，他们好像一模一样样，但是看看这一张是大佬来的。我要将这张大佬首先放低在这里，反转了是大佬，这四张竹卡一定会跟着他们这样做。你看掂一掂，一张反转了，是不是？再掂一掂的话，第二张都反转了，现在有两张是反转的。第三张了，最后一张，一二三四，跟着他们不是只是反转那么简单，你看他们直接是消失了。那究竟四张五张竹卡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这里飲鹽。今天我们学了什么呢？就算是大佬都可以是好朋友，不开心的时候可以一起喝酒，开心的时候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成功，拜拜。